Hello， 啲朋友 Jason。早兩日咧，我同 Marissa 咧行過呢100 yen 店，即係12蚊店嘅時候咧，咁我哋見到咧有呢包乜嘢？就係呢一包咧，可以就咁砌得埋一齊嘅一個呼拉圈啦。佢話佢自己10年前咧玩呢一個呼拉圈咧係好勁嘅，咁但係我都同佢講唔係呼拉圈我都有一手嘅喎。咁佢就決定咧就買呢個翻嚟睇下究竟佢同埋我邊一個玩呼拉圈係勁啲。但我覺得最有可能出現嘅情況就係點樣呢？即係都年紀大啊，一玩呼拉圈一發嘅時候，跟住之後咧扭親條腰。我说过你有你说过过我真是过噔噔，这个净细个的儿童用的呼拉圈 Circus じゃないよ我 jump よく通った我 jump よく通った行くよはいできない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呢個呼拉圈咧，實在太細個過嚟咧，因為擺明係兒童用嘅呼拉圈嚟噶嘛。咦？できないよね。できないよね。いやいや、これが軽すぎるね。マイさん、やめてやめて。これさ、軽すぎるんだよ。あ、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ジュピターみたいな感じで。我覺得好味係因為咧，因為呢個嘢咧，佢全部中間空心噶，好輕咧。我哋試下整重啲睇下會唔會得。反対側にもう一個入れる。いいね、これ。好啦，我哋而家咧呢一个呼拉圈里面咧，我哋装咗啲米入去，咁等佢重啲。应该而家咧有重量就容易得。啊，なんか可能性感じた。可能性感じた。可能性感じた。哦，ちょっと体勢がおかしい。でもでもできてるでしょ。できてる。あ、ちょっと待って。せーの。できないじゃん。もっとできないじゃん。お米の入ってない方だね。セーフ。哇，好彩啫，好彩系冇，好彩系甩咗冇米嗰个位啫。系啦，我哋今日得出个结论咧，就系咧，个人年纪大咗之后咧，原来系做唔到呼拉圈嘅。哦哦，ほら，哦，すごい。ほら、できるやん。哦，できてるね。哦，原来系。個人年紀大咗之後，係我做唔到，原來係佢都仲得嘅。好啦，咁今日呢條片咧，因為我哋唔想啲米飛到周屋都係，所以我哋今日到此為止啊。但我唔建議你買呢一個，因為呢一個咧太輕啊，太輕咧係好難玩嘅呢個嘢係。好啦，咁今日條片咧先到此為止，大家中意如果大家中意咁啊記得撳個 like 啦。有咩嘅可以同我講啊，我哋下條片再見，係咁先，拜拜。